哎，好困呐！最近，来，啊，阿比赛，OK，过完了。哎，拍谁？赶紧吓惊到！没事没事，原来是志勋爸爸。没事吧？我带神将出来透透气。 我记得你是跟志勋一起回来那位同学啊。啊，志勋爸爸你好，我叫陈暖暖，尔东城基隆暖暖的暖暖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那个是什么神啊？好漂亮哦。嗯，关平，关平将军。哎，我这里也有很多神将的照片耶。志勋爸爸，你看，我拍了很多，可是还是有一些地方。 我不太懂，像是为什么神将有高有矮，我如果之后做报告遇到问题，可以来请教咨询爸爸吗？哦，这很有的讲哦。要不这样好了，你跟我回圣恩社，你的问题就都可以解决了。嗯，谢谢咨询爸爸。谢谢。这是阮圣文社的行政群，因拢是守护阮大家的性命，每一阵拢比我较老。你若要写报告。 一定要好好学习。圣社以前很热闹，也有很多政党，不管是文、武、乐、艺，通通都很齐全。来，像这家叶的心中，我们拢叫伊董啊，伊是阮圣文社上界出名的三太子。来。 啊，这位是周昌将军，较悬的新将，阮拢叫伊大神翁。伊甲楼骹的官兵将军是做伙出阵，也是阮圣文社上较有代表性的将军。那个，请问一下，志勋平常在学校有认真吗？ 会不会常常翘课？不会啊，学长他成绩很好哎。是哦。嗯，而且学长还是教授的爱徒哦。要不是这次学长愿意跟我一起同组做报告，我这门课可能就要被当了。哦，那好。嗯，这样就好。